大家好，我是 BJK。那我今天在线上模式，现在是在线上模式。那我现在要来破一下每日任务。我第一个已经破完了啊，第二个我一看到想说什么东西啊，从军事基地偷载具，这种每日任务有点好吧，管他，反正我现在就先去军事基地吧。那偷不偷得出来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好，我们到军事基地了。那他说偷一个载具，我不知道战斗机可不可以。我看一下，偷载具，我应该战斗机也可以吧？那先来试试看吧。那首先就是要先闯进军事基地。来就被通缉了，有点难抢哦。战斗机抢战斗机好了吧，不然抢其他车子会不会应该很容易就被杀了吧？哦，哇，他们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哇！我先到这里好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偷那个吉普车好了。在这里，哇！我的天啊！哦，好难偷哦，这个要怎么偷啊？好，没关系，下一次偷战斗机。干五代的那个电脑都不会停车的王八蛋，撞我我就抢你车。好吧，再来一次。我刚好进到这个地方这边还暂时不会被通缉，只要进去马上就四颗星了。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滚啊！战斗机，快快快！快哟！坦克来了，快点好不好啊！我的天哪，每次只要偷那个战斗机，每次都是被坦克挡住。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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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耶！我也有那个追踪弹哦，耶耶，偷出来！可是我不知道战斗机算不算他说的载具。啊，这个不能，他不能切那个飞弹吗？还是我等级不够？不知道。
好吧，总之已经偷一个该死的战斗机出来。这样也可以升的。好吧，我要先找一个地方降。哇，这怎么降落啊？好难哦。我不小心摔到，我不小心摔到他，我本来扫射他的地前面的地板的，好吧，抱歉抱歉。哦，好难降落，要降落在哪里？这边好了，这边位置应该够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这边位置比较大。哦，都有那个电线杆，好烦哦。停啊！哦，好，停住了，不要给我，哎呦啊！从军事基地偷载具有哎，那接下来就是完成一个飞车特技，飞车特技，飞车特技哦，要找飞车特技的地点。